不要乱管他们，把他们当朋友。 报道。 祝福你，邪恶逼近了，谢谢你。
多么美丽的光。我们会吸干这个世界，视频的力量。伊鲁恩的旨意是什么呢？我们会吸干这个世界。没用的东西，要把灵魂灌进去。
我们能从星辰学到什么？结束了，你赢了。魔门撼虚空，灵魂的味道，我看见了。多么美丽的光！瞄准轮子，you
我在寻找优秀的佣兵。多么美丽的光！这本你一定要读。傻孩子，不是你在挑魔杖。我把刀唔单止靓啫，瞄准轮子。